这是84年前，1939年的兔年，丘吉尔说了这些话。当时他正是从那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中看到了机会，成功预测了未来，才成就了他后来的辉煌。而84年后的今天，2023年同样又是一个兔年。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：通货膨胀、美元加息、俄乌战争、疫情冲击。这些危机的背后都预示着一个全新时代正在开启。所以说2023年我们正面临着一次巨大的机遇。对于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，投资本身就是一场知不易行更难的考验，根本无法做到对市场的噪音视而不见。缺少投资的经验，如何才能把握住这场巨大的机遇？那就需要抛开现象，看清事物的本质。其实每一次的投资机会都是由股票最基础的四要素量价时空所决定，谁掌握了其中的奥秘，谁就掌握了市场的获利密码。为了帮助更多的散户投资者能跟上时代的步伐，让我们更多的人在这次最大的机遇中受益，红利在行动，我们特别推出了2023年最大的机遇量价时空四维预测术的专辑，带你了解一套红利量价时空四维预测术的全新理念，畅想一次全新的投资胜利。量价时空四维预测术是一套指导股市投资的全新理念，通过量价时空四大维度对市场进行深度分析，跟江恩理论研究会的最新预测术相结合，形成一套独特的四维分析预测理念，全网唯一，红利专属。本次2023年最大的机遇量价时空四维预测术专辑课程，从2022年的11月24日感恩节正式启动。专辑总共包括5季内容，分别是第一季股价预测术，第二季量能预测术，第三季时间预测术，第四季空间预测术，第5季量价时空四维预测术。学完本套内容，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，也许还会成为你一息财富的一次绝佳机会。